还有红茶。那我们整个园区啊，总共占地有六公顷啊。好，那大家的右上方呢，是我们第一期的主题园区——日月山庄休闲农场。上面主要是以露营啊，还有民宿为主啊。今天刚好就有露营的学生。好，那每到假日的时候呢，爸爸妈妈就会带小朋友来这边露营。那下次如果说你们有机会想要来的话呢，也可以到我们官网里面哦参考一下都可以哦。那我们园区有三宝介绍给大家，来第一宝在这里呢，这些迎客松。哦，每一棵树龄都超过65岁以上哦，哎，每一棵造价都快100万。园区呢，整个园区总共快要有100多棵哦。我们的这个五叶松、一棵松，这几棵树型比较优美，老板把它摆在这边，也欢迎所有的贵宾来到喝茶，都有愉快的一天。好，待会我们要参观是正前方的这一栋哦，是我们第二期的主题园区——台湾香红茶厂。一楼呢是我们的制茶厂，二楼呢是我们的红茶主题卖场。三楼呢，就是待会我要带大家到三楼免费奉茶奉蛋的地方。结束之后就是大家的自由拍照打卡时间喽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贵宾，我们请往前。